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漂流。任天堂的大更新来喽！再过两天的7月30号，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烟火秀在8月的每个星期天都会有。在广场我们可以看到狐狸摆的一个抽奖箱给大家抽奖，应该是可以抽到画面这些，比如说吹泡泡啊之类的。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西施会站在外面，不确定他会不会跟之前一样在这边发放礼物。而且我们还可以客制化自己的烟火哦。再来就是最重要的，就是我之前所说的那个观落音。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躺在床上会出现两个选项，一个就只是躺下，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我想要睡觉。那在睡觉的时候我们会进入一个世界。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 Luna。然后我们就可以到别人的岛上去旅游咯，就跟我之前讲的一样，如果这个活动会非常的有趣。之后在最后他也说了，在7月30号我们也多了云端储存的功能哦。当然这不是全部，在秋天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大更新，我们可以看到南瓜头在那边，这个角色呢，我之后会跟大家聊。那大家是不是很期待两天后的更新啊？好想赶快玩到啊！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啦，谢谢你的收看，拜拜。